先非常感谢这个这次活动的主持人。都往他痛的地方来合，先合上来之后这么推。如果要是自己想推的话，这样的话他自然这个劲儿往我自己身上来。我们正常的人是通过这么做的时候吧，因为你的速度很快，对方不知道你要干什么，然后你通过训练你的力很大，还是能够把对方打出去，但这个在力学上是不合理的。所以我们只不过就把他接过来之后，所以据说呢，如果在这儿也行，他要是推到这儿都一样，推到这儿也是一样，我合上之后这么一合，他一样可以。这个呢，就是因为他推了我的中线，所以我掰了。那如果我定着我的中线，我这么来不就转到最后呢，你这反复这样练之后，他就有了轴了。有了轴了之后，你再做的时候，通过背后是站不住了。所以现在背后呢，要顶住这个左右前后的来回走，要反复的这样练习，然后再改方向，推这个地方，用上力，我一定要顶。一开始顶的时候不太会顶，可能你推可以用力推，可能会要这样顶，但通过顶的时候反复调整，反复调整，它会调整到这个对的地方。这个时候呢，它那个力就往回走了，是吧？就是调整好了，顶好了，我会顶到它的背后。所以一开始呢，等这个通过反复的练习啊，你身上有了这个。知道怎么顶了，也实际上我说这个顶就把它顶满之后它会转的，所以知道了之后的话，它再来顶的时候，你看吧，你会轻轻的，然后呢让它顶过，顶过。现在呢，我假设这个地方有一堵墙，这个墙呢是不锈钢的，上面呢浇了油。所以我手到了这儿来顶上，墙是不可能动，我的后脚也不能动，后脚呢我一定要吃住的劲儿，不让它动。前边呢有一堵墙，它也不动，但是我用腰呢使劲的去顶。但是我们意念中要想的地方，它绝对是，虽然是空的没有，但我们要想还有，比有还要有，这是真的。我们的身体不是假的，是随便可以变化动的，但这个墙不动的，用力的推，它推它会把这手改变方向。是用这个腰的力把它推上来的，这就是吃住这个劲儿。我们物极必反，就是因为它是死的，你推的往前推，推急了它那个力就回来了。所以往前推的时候推急了，你看它回来了，但是回来就是从就是带着力往前走走走走到最后，它那个力往回走，并不是走过去它自己回来。因为你这一回来跟人交手的话，你是绝对站不住的，你这么一出，你们一松，人家把你给推倒了。所以我们是带着劲儿这么过来，所以这个转动呢，它就出现出来一个螺丝螺旋锤。这样吧，看看这个地方怎么接到我的脚上，你看，接过去。如果要推这儿，一样，这样的话是这么样的，就是转的方向不一样。我一改这个方向，这么样，然后它这么一转，它就行了。所以如果正面走的话，我可以上上步，就是说跟它合得好一点。谢谢。